Hello， 我是 Kylie 啊，有阵时好挂住韩国扫街的小食，但其实在屋企都可以食到噶。今次我找到八款韩国直送的小食，一起试下啦。首先试下呢款乐天大热狗，可以加埋茄汁或者芥末一起食。入面是混合了猪肉和鸡肉的香肠。跟住试下拉丝水牛芝士条和流心芝士年糕，咬开有澎湃芝士啊，年糕仲好烟韧添。再试埋激烈一口披萨丸，脆卜卜好香口，入面仲有意大利芝士和番茄酱。最后试埋几款充满韩国风味的饺子啦，有辣鸡面饺子、人心鸡饺子、鲍鱼饺子同埋大王蟹饺子，款款都好足料。下次肚饿想吃宵夜时，可以试下呢几款小食噶。click 入内文睇边度买啦。Yahoo！